语文30期，数学30吧，又垫底了吧？我给你说过，多跟正数第一的玩，天天跟倒数第一的在一块儿。我刚跟他玩的时候，他就是正数第一啊。妈妈，你是不是得夸夸我啊？你考这么点分，让我夸你啥？夸我不偏科啊。啊，这个大白兔奶糖真好吃。这是我在抖音商城买的。 上抖音左滑进商城品牌馆，点击大牌试用，大牌好物9.97包邮时，现在点击评论区专属通道，直接进活动页面。还好意思吃？下次咱能不能考个100？我要是考了100，那咱俩是不是得做个亲子鉴定啊？啊，为啥呀？就你这脑黄，我要是能考100的话，那肯定是在医院报错了。你别整那些没用的，你现在不努力，长大连工作都找不到。 都没人用你。老话说得好，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处处不留爷，爷干个体户。中国的汉字非常的奇妙，凡是带米的这种字，都是和食物有关系。就像你今天学的这个粮食的粮，那还有很多呀，你比如面粉的粉，米粒的粒。 糯米的糯，对不对？那大粪的粪呢？还有那个是粑粑。哎呦我的妈！这些和食物有关系吗？妈妈，你这上了5个1年级的人跑这里来研究5、6000年的汉子，你咋这么能装呢？我操！你看我这脖子，咋了？有村啊？ 哎呦我的妈！啥呀？你不觉得缺条项链吗？你觉得是买条粗的还是买条细的呀？买粗的吧。嗯，买细的，假如你也看不见呢。哎呦我的妈！妈，一条项链，他戴上可好看了，你也不表示表示。不是我说你，你跟他比干啥？啊？什么意思呀？他有你漂亮吗？他有你有气质吗？ 你俩走在街上，人家夸你是夸你漂亮，夸你好看，夸他呢，顶多也就是夸他戴的那条项链。你寻思寻思，是不是这个事儿？你说的对呀，闺女。你还买不买？你要，我现在就给你买去。那不要了呀，那还要啥呀？那不多余了吗？不用了。 怎么回事，李佳佳？刚刚不还和那个遛狗阿姨在这聊天吗？我看她怎么生气走了呀？她向那条狗介绍我说儿子快叫姐姐。弄那个狗叫你姐姐？嗯。那她生啥气啊？我就说了一句：“阿姨，看你儿子这模样，应该不是年轻生的吧？”16人过河，只有一条小船，每次只能过去4个人。 问至少几次能全部过河？5次。你张嘴就来呀？你不过过脑子吧？16人过河，一次过去4个人，16除以4，那不正好4次就全部过去了吗？哦，一次过4个人，那还得有一个人划船返回来呀。所以前4次每次只能过3个人，第5次。 剩下的那4个人才能一块过去，你自己想想，对不对？有人。哎呀妈呀，想到我脑子疼。评论区都说你没脑子，你咋还脑子疼呢？哎呦我的妈！你不会你就别硬教，我求求你放了我吧。你还是给我找个辅导老师吧。不是，你觉得我那点工资能给你请得起辅导老师吗？ 正好你张阿姨给我推荐了这一款作业帮辅导机，你不会的题用这个笔扫一下，在这个低栏光护眼大屏上直接就可以看讲解，以后就不用等我下班再辅导你了。它还包含了6.6亿多题库、3.3万节同步视频课，你从小学到高中的全课习题一级搞定。你要在学校没学懂，在这里可以随时学，比我的脑容量大多了，走哪儿背哪儿，多方便。有了它，以后就好好学习吧，长大争取当一名人民教师，教书育人。 妈妈小时候就梦想着当一名老师。
你不是早就识相了吗？还比老师高一级呢。咋说呢？你不是光一年级就上了五年，人送外号王校长吗？来，关联词填空，他什么失去生命，什么出卖朋友，你给填下来。他害怕失去生命，所以出卖朋友。能这样写吗？再说了，他是关联词吗？重新填个。他即使失去生命，也要出卖朋友。哎呦我的妈！他这个朋友怎么得罪你了呀？啊，就非得出卖朋友呀？再重新填一个。他一边失去生命，一边出卖朋友。哦，他这边都失去生命了，那边还得忙活的再出卖朋友啊？他这个应该是他宁愿是……妈妈，我会了。啊，他宁愿失去生命，也要出卖朋友。哎呦我的妈！他宁愿失去生命，也不出卖朋友。就是他这个朋友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呀？就非得跟他过不去啊？哎呀！那么这个吃什么呀？怎么日常你总在吃？辅导，你作业太费嗓子了。绿箭润中堂，日常养护嗓子必备单品。突发灵感，草本清润，这里面还添加了罗汉果、金银花、菊花这些草本精华，再加上枇杷梨和蜂蜜调和，口感酸甜清润又好吃，还是张韶涵在《生生不息》中的养生同款。嗓子飙高音都行，缓解我的嗓子，轻松拿下。妈妈能给我吃一个吗？给你吃一个可以，但是你做作业要认真呀。来，你看下一个这题。我的妈妈是一个30多岁的中年妇女。他这里的30多岁和中年重复了，是多余的，是没用的。你再改一下。我的妈妈是一个30多岁的多余的没用的中年妇女。三人三天喝三桶水，问九人九天喝几桶水呀？27桶水。我这个高智商的基因从你这里算是彻底的失传了呀。三人三天喝三桶水，九人九天，那不正好喝9桶水吗？哦，哪里来的27桶呀？你这个五一哪里也别去了，在家里好好反省反省吧。我自己明天一个人去淄博吃烧烤。你自己想想，三人三天喝3桶水，是不是一人三天就喝1桶水？九人九天正好喝27桶水。不可能，你别笑，不可能。妈妈跟你说也说不明白，这个题已经超出了你的理解范围了，你还是去网上查一查吧。我去网上查一查，它也不可能是27桶呀。新买的平板，这是我在转转上花了3100入手的二手 iPad Pro， 比新机便宜一半，跟新的一样，屏幕大，吃饭的时候用来看剧下饭。而且转转是一个官方验二手平台，他们每台手机都经过真人检测。我身边的朋友都说好用，上面的二手平板和电脑也很不错，赶紧去看看吧。是不是27桶？你说他怎么能是27桶呢？就你这理解能力，还一个人去吃烧烤？人家老板要是说10串要20块钱，你又能吃，吃50串都不知道该给人家多少钱。哎呦我的妈！